早上，大大，早上，先生，我个名叫达斯里嘛。我今年42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两个仔。我个身高161cm，我个体重60公斤。我身位高，我唔惊高。我以前在喺新加坡10年做小朋友。同埋香港6年做小朋友，同埋台湾3年做老人家。我识煮饭，煲汤、煮骨汤、芋豆腐汤、芥汤，同埋炒菜。同埋分嘅炒蛋，我想喺香港揾到地震帮屋企人弄埋刺激。多谢大大，多谢先生，再见，喺香港，拜拜。